等一下，等一下。你让我先别动，聊完别动。你穿的太厚了，谁让你穿这么多的？我后面的人在那里。脱一件，快点，赶快脱一件。那你再让我赶快。快一点呐、啊，送走总，送走总。对对对。快一点呐、啊，马老板都急了，我都要急了。马老板没耐心，就这？就这是第一笔，这是第一笔。马老板要第二笔？对啊，一笔一笔出。好好，你让我来了啊！大家都穿少一点啊，尽量穿少。穿两件感受不到，怎么可能？我这个两件懂了吗？我啊，没有吧？我感觉的拉，只能换一次吗？我自己，你不要少一点，换一次。点后面，我就换一下，他会清凉的去。是那个吗？啊，不能看啊！那我背上画圈圈吗？来，后面给我画。等一下，我没。我也不知道，你再画一次，只能画一次啊？只能画一次。啥呀？这什么呀？原来黑灯不是我呀！只能画一笔。啊，一笔啊。我告诉你，我感受的是啥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你要画。这是个什么东西？你们告诉我。你再来一次。来第二笔吧。第二笔了吗？还有其他的什么？是画了三个。第二笔还有第二笔。再换一笔。还有第二笔啊？对啊，只画了一笔，你刚才画了三笔。哦，我明白了，那应该就是个圆圈，这一笔。只有一笔。对啊。我就把说出来。不能说我。即使是对的，你也不要说嘛，大家都知道是对的。那这是个圆圈，你也得说出来。还有第二笔哦，两个月圈，一共有几笔啊？这画什么呀？哦，还有又来了。什么、啊？我都还没画呢。画了。这第几笔啊？现在是？第一笔。就是当时第一笔。第一笔，我感觉。你在画什么？这画的是啥呀？不是这个吗？你不是画的这个吗？我是专业的画什么的？是这个吗？什么东西啊？不是你吗？你不是画的这个吗？那也不是吗？这儿能感受到吧？这个地方。厉害！这是高手，这是高手，这是高手，这是高手。慢一点，慢一点。那我传那个没错吗？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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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还没有画。这个啥呀？
我经历了，好吧。第三遍还有。其实应该是这样，差不多差不多。第三笔，第三笔来了啊。放在连在一起了。不是你在画吗？啊。我都没有感受到你就画完了。我只感受到飘忽不定的笔墨笔法。来来来，不要笑。是不是应该是这样？他画了好多笔，笔迹很深。我懂了，我懂了，我懂了，我懂了。啊，你懂了，你懂了。看看啊。看你啊。你懂了吗？我应该懂了。看啊。肯定没错，你要不？不是胡子这块，我怀疑是个太阳。我怀疑他是一个。哦哦哦哦哦！你看你在屋什么？啊！都没冲到他们那儿去。这样一个，我这个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，这个你换的呢？还有这个，你再换一个。但是，就是三姐这样。不不不不，应该是行，我觉得我理解应该没错，应该是没问题，是吧？啊，你是哪个？来，我们来对一下，好吧？我知道他在干嘛。画画画画画。你知道我？你大胆猜测一下。宋老板没办法了。大胆猜测一下吧。谜题。我坑一坑。哇！我马克巴卡。我尽力。他如果是一个太阳，他为什么会画画画画画？哎，你别听我说的啊，我是乱画的。所以说他一定不是这个东西。对。他既然是在画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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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所以他就说跟太阳是不太没有关系。到底是啥？我懂了。三叔，你又懂了？我真懂了。大家不要相信我的话，姐。你要说实话，你要是让我看着那个猜，我都猜不出来。这一篇是不是这个？我只能大胆猜测一下，就是雷雨天。总觉得这个是最合理的了。我画的是带尾巴的太阳。我觉得他画的不是一个天气。我觉得我这个。不然他这个画的是啥呀？你这是什么呀？烤面包吗？我分步骤画的，我这没有连起来。这是什么呀？你那是啥？我是这个，是老根儿吗？哎，我这是个老根儿啊！刚才以为他不是豆子，这到底是个啥？你画了个老头儿啊？哦，你这是老根儿。太阳。花是云，几个字啊？我也不知道我画的啥，我画的是一个人头。我觉得啊，我觉得应该是波浪。不至于吧？他这是波浪，我跟你信。知道他到底画的啥？你是啥？我画的人头。你看他这个是啥？所以第一个到底没看出来吗？看不出来。火锅。哎，什么玩意儿啊？这是火锅呀，这不是火锅吗？底下会拿火，这不是火吗？快快快，这
就是嘴蒸气啊。听说你以后画这样不要画，你画字。对、啊。火，你画一个火出来，写个火，再画一个锅出来就。或者你直接画个鸳鸯锅，对，他不就知道是个火锅了吗？